这是什么剑法？无量剑，无量劫，入此皆至，生生世世，万劫不复。好，不愧无量之女，我也有一剑。月息花尘。 你先说，小仙女，你长得如此好看，为何总带着面具遮着自己的脸呢？那你剑法如此高超，为何不敢下山一行？我师父说过，如果我下山的话，会死很多人的。我第三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这我得问一下掌教师叔。你师叔的剑法如何？ 现在在我之上，不过一年之后嘛，就不好说了。那我便一年后再来，他如果不答应，我便打得他答应。哎。